踢靠交给底线的铁米，铁米三分线外投进，传球迟疑了一下，铁米再把球救回来，不过泰勒在篮底下的防守已经来了，高难度的后仰跳投，来到球场上，铁米在弧顶位置又敢打一个三分，很简单的、铁米来示范给你看、铁米上课了。